啊？按摩吗？按摩。重型卡车根本不行。冬天的雪灾把这些蓄的枝子全部锯掉了，大都是边缘的集镇，这些真正的中国农村是这个样子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自己住的是发抖音，哎，发抖音卖的企业的，自己住的这个，我买了，先下次再买吧。全部的农民什么都买的便宜，自己种的多少卖几个钱一斤，路边也停满了汽车，汽车过剩的时代，房子也过剩的时代，保卫工人在休息，书店，新华书店。国内好像书店都倒闭差不多了，只有这家书店能够靠卖教材生存，垄断经营。教材是垄断的。车站没什么人。下车经过农业街的时候，很多人围堵。原来，那村子前前后后、巷子前前后后放哨的都是他们一伙的，有十几个男的。我们怀旧吧。新州市热电厂，大型的深水码头，是重要的工业基地。在上个世纪90年代，普通的生活是怎样的？我们来这里寻找答案。两层的红砖瓦房，楼上有瓦房。
两层洋楼背后搭个棚子做群房。普通中国民房的结构就是这样的。村子里都没什么人，阿姨，这房子是八几年是九几年修的？这房子九几年的啊？我们是八几年。八几年啊？这房子算老房子了啊？哎，有快五十年了啊。嗯，啊，蛮老的房子了。这房子蛮漂亮的。那个时候有钱才能盖这样的房子，没有钱根本都盖不起啊，是不是啊，婆婆？啊，房子盖得蛮好的，种了很多菜。啊，按摩吗？按摩。
没什么。走往农村里。阿姨说这房子是80年代修的，这房子当时有钱才盖的房子，盖得多漂亮。两间瓦房，中间一个大房子，还种了枣树，早生贵子，发财。80年代的民间是这样的房，老百姓是这样的房子住着，这还修了个小四合院。前面都是商品房的阿姨啊。商品房少，这是私人的房。私人的房子，谢谢你啊。铁皮瓦房放瓦屋顶放成了铁皮屋顶，江南多雨。这家居然修了一个洋房，上面用彩钢，用玻璃瓦盖的房。盖的房子，这边好像，这是服装厂吗，阿姨？哦，这里还有个服装厂，好牛，好了不起啊！有工厂，有事业，这里还有服装厂，这里还居然修了服装厂，啊，这属于汉口北附近，汉口北是。中国武汉重要的服装基地，普通的民房是这样的。年轻人都去外地发展，留下老年人和很小很小的孩子。我们这个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。好多人晒，你好，只有你个是，哎，这房子好漂亮。门口是菜地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拍个抖音，我拍的老房子，这是50年的老房子，拍个抖音。老房子，这房子是80年修的，他们说是80年修。啊，是老房子，现在就是。直接招聘都完蛋了，真是。关了这两天，经济不景气。那个放，一切我都看不到，一切一点活呢。家家户户都大门关着，像到一个无人区，偶尔见到一两个老人。这是中国的农村集中，这还是靠近一线城市武汉边缘集中。老人，极少的儿童，这是中国人农村的社区的情况。这里有种上了，种上了蔬菜、花，旁边居然有个摄影棚，有时候两层是个摄影棚。
是个学校这边，很多家长过来接孩子。这是。这是闹市，这是特大城市武汉，周边的农村集市都已经宣传成这个样子了。下午五点钟，学生放学了，下班了有没有？现在高潮还没到了，但是街上看了就人不多。他推着他的工具。半点。老年好长吧，拜。老年不长吧。真的是这样的，五点多，您看有多少？电波常见的有两种，分别是舒展和逆展。横收还是舒展的多，好吗？刚好。那边的烧烤摊开始摆摊了。古里选择衰退的农村小镇，这是爱百货服装一条街，天快黑了，六点多钟也很少有人来。廉价的工业品在这里也卖不动，算命、看命、取八字，老天爷的吃饭。往前我都不愿意走。停满了大型卡车、重型卡车。对面这是一片烂尾楼，这是经济过剩，灾难在县城，在农村的体现。喧闹的老师，铁门紧闭，地面上麻雀飞舞。都快成无人区了，昔日的辉煌如今衰落，大门紧闭，种上了蔬菜植物，泰安小区项目部有个高潮全部退去了，这里快成无人区了。老阿姨在她的旧房子前，
高大的建筑，生锈的机械，堆上灰尘的房屋，空气等了好久，你们也等了几个人。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。什么人呢？都是天黑的时候。